龚佳欣、黎诺意、许家杰和何艳娟出席世界体育舞蹈大赛，记招更加分成两队大跳拉丁舞。 Katie 一身火红舞衣非常之抢镜，她还任乐意舞嚟舞去，相当之投入。不过你知啦，咁性感的舞衣这样跳法好易走光的嘛， Katie 都相当之小心，全程夹实大髀，力保不失。可惜去到最后埋尾上鞠躬嗰阵，佢系因为太过尽兴而似春光乍泄。哎哟，真系百物一疏，岁寿未了。